叔叔，哎，老孙月呀！对的，叔叔，小月。哥啊，你怎么今天才上来呢？我才几天没有来呀，你这么快就想我了吗？是啊，那天晚上下着大雨，也下着小雪呢，让你在这里过夜，你也不肯。哎呀，你今天怎么了？是在担心我吗？那下着小雪呢，路滑，能让人不担心吗？哎呀，没事，其实那天晚上我安全到家了的。哦，还有就是上次我们两个去逛街的时候，你不是看上一套那个民族服装吗？你还记得吗？你看，我今天把它买上来了。这么贵的衣服你买上来干嘛呢？不贵呀，这才几百块呀，不贵的呀。什么几百块？这个要3-4千了一套，我怎么可能不知道呢？哎呀，这不贵的，我把整套都买上来了，你赶紧拿去试吧。哎呀，你怎么能买这么贵的衣服啊？没事，我这个是专门为我喜欢的人买的，没事，就不贵的，你拿着，赶紧听我的，快点拿去试一下，不合身的话我们再拿回去退，好吧？去吧，没事，你要面带微笑呀，怎么？哎，赶紧去吧，啊！哎，小伙子，哎，叔叔，你买这么贵的衣服，你打好几千了？哎，叔叔，那个不贵的，只要小姑娘喜欢就行了。贵不贵？我知道嘞，这一组的服装3-4千一套嘞。不贵，叔叔，让你跑火了。没有没有，小月喜欢就行了，这个不贵的。所以，哎，阿姨呢？阿姨在包以前的马去了。哦，那我今天我带你们两个去玩一下，叔叔别干了。你们两个去吧，我不去了。没事，你们两个去培养爱情吧。啊，培养感情是不是，叔叔？培养感情，培养感情。那行吧，那行，好嘞，好嘞。那我跟小月去了啊。好好好，你们两个去。哇，真的太美了，小月，太好看了！原来你穿上这件衣服真的是太美了，你看。你会买？不是我会买，是你会穿。此时此刻，无比的美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形容了，就像是仙女一样，真的，在我心中真的太美了，小月。哇。漂亮喽！啊，对，叔叔，太漂亮了。你回头买，干干活活试试。是吧，是吧？你现在只要差，结婚喽。哦，只差结婚了，是不是啊？结婚了。你跟小月叔叔说只差结婚了哦。那个，我带你们两个去一个地方玩吧，叔叔。我不去了，你们两个去吧。培养爱情。哎，好嘞，那好，那行，叔叔，我跟小月去了啊。走吧，小月，牵着我的手。你牵着我的手，一会儿去了你就知道了。赶紧，快点。好。就是爱你美吗？是吧？今天我不是带你来了吗？你看这个地方，哇，好美呀，有好多人呀，看到没有？你看那里还有雪呢。这个地方太美了，跟你一样很美。其实我很早就想带你来这边了，只是一直没有机会，所以我今天带你来了。只不过今天没有太阳，但是呢，有没有无所谓。今天我看到你这么美呢，是不是？来呀，走，牵着我的手，我再带你去一个地方，好吧？走。小月，你知道这座桥叫什么名字吗？叫什么？这座桥呢？你不要看它破旧，这座桥叫恋爱桥。恋爱桥。对，也俗称爱情桥，有好多情侣像我们这样牵着手走过这座桥，所以我今天带着你特意走一遍。我希望我们的爱情一直这样牵着手走下去，可以吗？我再带你去一个地方，好不好？哎，这个树好大呀！对，特别大，漂亮吗？你看这么大，这个树呢，
也有一个名字，叫许愿树。许愿？对，我听他们说有好多人在这里许过愿望，我们今天在这里许一下愿望好不好？好，我们一起许愿啊！我数三二一，好吧？啊，三二一。学好了吗？你学好了吗？我学好了。哇，太美了，小叶，闭上眼睛。我给你一个惊喜，快点。好，你往前面站一点。好了，闭上眼睛啊，不许看。三二一，哇，你怎么那么多啊？你知道今天是什么节日吗？什么节日呀？情人节呀。情人节？对，你看我给你买了项链跟口红，来，这束花呢你拿着。来，然后呢，小燕，我借此这个机会想跟你表白。小燕，你知道吗，自从初次遇见你，我就感觉被你迷上了，然后每天都想看见你，和你一直在一起，我心里都是你的影子。我一直想找个机会来坦白我对你的感情，但是勇气似乎总是在逃避的无影无踪。这次呢，我鼓起勇气，只想让你知道我喜欢你，小燕，是真心的。我喜欢你不是因为你的外貌或者其他任何在外的因素，而是因为你的内心，你的善良，你的孝顺，你的热情。你是我见过最好的人，我想和你一直在一起。小月啊，你愿意和我在一起吗？你愿意和我在一起吗？祝我们情人节快乐，好吗？你以后就不要乱花钱啊！你以后就不要乱花钱。我没有乱花钱呀！又买口红，又买项链，又买房，又买衣服。这有什么的呀？我给我喜欢的人买，这有什么的，对不对？